工作室来客人了。嗨，选择颜色，交给我吧。上色，看，拿干粉彩，遮盖皮肤，画疤痕，改变发型，金发、红发还是卷发好看？练习魔法吧，拿面料，极限魔法，哈哈，咒语结束。短裙，搭配上衣，添加配饰。他是一个富有的僵尸。塞莱斯塔睡得很香。啊，早上好。他的手伸向铃铛。更衣时间到了。是的，小姐，这是您的衣服。请。品味不错吗？管家帮他梳头发，装饰发卡。该化妆了，上苍白的粉饼。啊，啾，我的捧花呢？黑玫瑰和您一样美丽。哦，讨厌，你最会说话了。塞莱斯塔来到宠物的坟墓，他的墓地呢？我总是迷路。哦，这个墓碑太可怕了。管家，快来。来了，小姐，交给我吧。快打给著名的雕塑家。你好，薇薇安。雕刻墓碑包在我身上。这有点难啊。带上所有材料，我需要灵感。好的，开始吧。好多旧东西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使用肥皂盒装饰皇冠。墓碑上有宠物雕塑，它是一个小天使，涂成金色，稍微做旧，到处都是水钻，纪念宠物的豪华墓碑。终于完成了，希望我的客户会满意。你来了，好可爱呀，亲爱的，你真厉害。不用找了。哦，您真大方。哦，我的手。哦，这是你的吗？哦哦，掉下来了，没事儿，看，呵呵，我的宠物，我好想你呀。拿旧娃娃头清洁脸部，连接到身体上。哦，好特别。拿画笔，不同颜色的皮肤，身上都是补缝。什么颜色呢？粉色。准备头发。哇，该穿衣服了。僵尸自己缝衣服，到处都是补丁，已经穿很久了。我要种花，这是水桶，放入种子，浇水。耶，发芽了。凯瑟琳在等待来世，一起期待吧。哦，好破的棺材呀。我做了一个梦。我的鞋子呢？快出来。哦，找到了。好多事情要做。修好围栏，像这样。哦哦，不，又坏了。突然起风了，真倒霉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招聘广告，好运要来了。莫蒂西亚又来了。我喜欢可乐。不要扔掉瓶子，放大，
嗯，我的最爱。分开罐子，剪刀片，安装手柄，处理杂草的工具，给你小家伙。Thank you。谢谢，我会努力的。塞莱斯塔在后院放松，您的早餐。谢谢，请享用。好像是在这里。嗯，羊角面包好吃。你好，我是来应聘的。嗯，凯瑟琳的简历。Yes。是的，就是我。有趣。那花园就交给你了。好的。摘掉葡萄藤。哦，好多蜘蛛网。哦，打结了。修剪灌木丛。哦，好累呀。怎么样了？这是我的朋友们，塞莱斯塔。这里真漂亮。我尽力了。干得好，留下来吧。拿粘土块。红色更开胃，做成大脑。粘土条涂成金色，完成。银色盖子，沿边缘加水钻，精致摆盘的会员菜肴。黄金大脑。凯瑟琳在打理花园。太太饿了。弗朗西斯，午餐。您的午餐，小姐。真可爱，您的黄金大脑。哦，真香。嗯，太好吃了。凯瑟琳看到管家修剪出了一颗心，真有创意。哦，怎么回事？小姐，你的剪刀。谢谢你，他们一见钟情了。用骨头引出宠物，开始改造。准备颜料，白色，狐皮毛，黑色刘海，耳朵，到处都是缝针。僵尸宠物，太神奇了。弗朗西斯和凯瑟琳在约会，很棒的公园，可以遛宠物。闭上眼睛，亲爱的。惊喜，这是什么？哦，野餐，真浪漫。动物们开心地玩耍，你真可爱。小狗嗅了嗅食物，这对夫妇在拥抱。小狗在主人分心的时候做坏事。哦，宠物呢？淘气的小狗躲了起来。我们去找找。拿木棍，粘起来，盖上盖子，金色。覆盖上金条，沉重的锁，里面都是宝藏。谁会找到宝箱呢？弗朗西斯和凯瑟琳在寻找宠物，他们去哪了？都是我们的错。灌木丛里有声音。啊哈，在这里。你们硬币，你在哪找到的？让我看看。灌木丛里有宝箱，上锁了，根本打不开。用我的剪刀试试。剪一下，成功了。里面有什么？宝藏，好多宝石。我们发财了，多亏了可爱的小宠物们。薇薇安的另一部杰作，一颗爱心，添加边缘，拉力路魔法，瞧，放入垫子，一只金手，哇哦，钻戒。这是给谁的惊喜呢？伊特和小手的古董店。伙计们，帮帮我，我需要最好的戒指。四处看看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太普通了。钱不是问题。早说呀。这是给钻石会员准备的。怎么样？很漂亮，但不是这个。我该怎么办啊？等等，这个是我们的收藏。哦，太美了，就是这个。
感谢您的购买。哦呼，发财啦。亲爱的，你去哪了？我有话要说。这一刻我等了很久。请问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愿意。换一个金手。一对奇妙的夫妇诞生了。该准备婚礼了，需要搭配我的金手。进行测量。白色连衣裙，修剪下摆，添加薄纱。黑色薄纱和白裙子很搭，紫色荷叶边，金色腰带，完美。凯瑟琳是最美的新娘。新郎焦急地等待着，他来了。哦，你真美。哦，我要忍不住哭了。你们愿意结为夫妻，永远相爱吗？我想说，我愿意。我愿意。我宣布你们是夫妻了。恭喜新婚夫妇。准备好了吗？我要扔捧花了。哇哦，表哥喜欢富家小姐，真爱呀。幸福的夫妇开始跳舞，这是永恒的幸福。这是宠物的墓地，好阴森的地方。哦，这里躺着小猫咪。你还活着吗？拿出一些惊喜娃娃宠物，切掉多余的部分。多么有趣的头发，我们需要一个美发师。哦，猫的耳朵坏了，画上缝线。哦，螺栓，这是弗兰肯斯坦的猫。好疲惫的脸，把它弄脏，连接上电极，释放，它又活过来了。我们的小猫再次探索世界，真是个恶作剧者。这谁的坟墓？谁在这里休息？小猫开始挖。哦，神秘的迷雾，我们叫醒了某人吗？很多破东西，我们挑一下吧。这个头怎么样？把它涂成薄荷色，画上伤疤，这是经典的僵尸造型。头发准备好了，这支蜡烛会派上用场的，改变形状。看看这个，你的大脑，小姐。哎呀，我弄丢了。这个箱子有最好的面料，完美，我们使用它。这个女孩超级有钱，当僵尸女王也不错。哈，你能看到一只手。哦，这是怎么了？我睡得真好，你为什么把我叫醒了？这张照片里的我不一样。凯蒂逃跑了，莉莉被蜘蛛包围了，装满钱的头骨从地下爬了出来。嗯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我们冥界的女主人，你很有钱。现在我不介意成为僵尸。耶，金钱雨，欢迎来到这个世界。切割泡沫塑料，画上杯，用美工刀时要非常小心，放上底座，待在这里。娃娃，你会得到餐巾纸做的天使的衣服，这是我们的翅膀，我们让它看起来更鲜艳，涂上金色，轻轻涂上光。这个墓碑是为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准备的。富裕的生活，墓地可不是什么好。
地方，我们需要一尊新雕像。你好，快递吗？我等着，谢谢。小姐，这给你的，一棵树。可是我买了一块墓碑。看，如果订购豪华墓碑，我们公司就会给你奖品。莉莉得到了漂亮的围巾，哦，一顶新帽子，好的东西，好的，还不错，哈哈。这是墓碑，完美，这比我想象的还要好。他终于满意了。嘿，哥们儿，拥抱。哦哦，我忘记戴口罩了，我现在是僵尸了吗？哦耶，我们需要改变你的样子。我拿走裙子，还有头发，给皮肤上色，用干蜡笔加上阴影，加上缝痕，很自然。我们换个眼睛。哦哦，一只眼睛跳出来了。哦哇，我们制作安迪的头发，一个帆，嗯，这不是很好的材料。我们做一件上衣、裙子，哦，布丁，还有污渍，剪纱布，把它扔进桶里，放上几支蜡笔。这是非常脏的斗篷。另一种命运等待着我们的女孩，我们尽快找到答案。哈，早上好，晚安。哦哦，我的眼睛。哦，很好的斗篷。蜘蛛装饰了她的头发。这是什么声音？妖猪在吃花。嘿，走开，这是我的。谢谢你，猫咪，你可以陪我吗？现在安迪并不孤单。手镯，哦不，这是金属丝，我们需要一截儿。做头骨，做一堆。把它涂成黑色。现在画上蜘蛛网，用头骨做一把椅子，把它们弄脏。这个家具看起来很奇怪。安迪在墓地安顿下来，家具不是很多。哦，好孩子，接住，更多。好点子，我会做一把椅子，柔软的座位。哦，你帮了我大忙。当你没有很多钱时，发挥创造力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揉一个球，拿出青粘土，包上球，分开半球，滚粘土，做褶皱，非常自然。紫色，粉红色的大脑，加上装饰。这是名牌脑子大集合，甚至是拉力威登，一个非常有趣的订单。莉莉正在享受她的财富。这顶帽子不再让我兴奋了。我脑子里有个网，好丑。小姐，我来帮你。这些呢？好漂亮。但是它太重了。这些太棒了。哦，我的脑子沸腾了。他们太聪明了。
拉力威登呢。哦，是名牌的，这我的尺码，完美。大家都松了口气。漂亮的贝壳，整颗的珍珠。哦，我们现在变小了，好多小的。来点魔法怎么样？现在我们有一个虫子，看起来很有食欲，当然是对僵尸而言。我们做好准备，加上软泥，我们搅拌我们的食物。酱汁里有虫子，好吃。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，紧紧的盖上，加上一个蝴蝶结，让它更叫。这个罐子在地窖里放了很长时间，我们去安迪家吧。太棒了，满满一篮子苹果。嗯，闻起来烂了，我喜欢，要虫子，这正是我需要的。我还应该做什么？罐头食品，奶奶的食谱。安迪满是惊喜，僵尸对食物有特殊的口味。厚纸板可以派上用场，画上棺材，用碰片制作小片。好漂亮的金属条，用丝带装饰。你的调色板坏了吗？我们来压一压吧。把模具里填满腮红，柔软的粉扑，这是僵尸妇人的香奈儿，谁想要红脸蛋？莉莉正在为她的相亲做准备，我好兴奋，我必须看起来很完美。哦，我需要一些腮红。这位美女是谁？帽子，再见。她在哪儿？她不来该怎么办？布兰，哦耶，是我。嗨，这对情侣开始交谈。天气不错，对吧？但是这个风我不喜欢。她把我的帽子吹掉了。啊，大脑！布兰逃跑了。怎么了？好奇怪的男孩。我们打破瓶子吧，揭开瓶颈，盖上洞，棍子会派上用场，加上浴缸，涂上热胶。哦，这令人毛骨悚然，看看这个颜色，这是酸吗？拿出一些苔藓，加上有毒的标志，加上一个水龙头，用软泥填满浴缸。僵尸有他们自己放松的方式。我的约会应该很顺利，我需要照顾好自己。我们的美女很忙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去洗酸浴，我会感觉焕然一新的。再多一点。嗯，毒很完美。好痛，我感觉好极了。德拉克，是你吗？我看不见，让我清理一下。好了，好美。看起来他们的约会进展得很顺利。好多零件，泡沫塑料。我们做一个圈，前段金属丝，弯曲它，加上金色。这谁的金笼子？已经很久没有人在笼子里了。
小猫，你好。宠物喜欢这个金色的笼子，小鸟曾经住在这里。宝贝，一定有人找过你，我拿去给失主。嗨，这是你的小猫吗？它到我家去了。它真是个恶作剧者，谢谢你。你真漂亮，你也很漂亮。多亏了猫，女孩们成了朋友。鬼魂，你好。嗨。跟拉力路走吧。清理娃娃。悲伤的眼睛，画嘴唇，添加骨头，白色尿布，蓝色卷发，戴上紫色花环。他还是个宝宝，他的故事开始了。天气真好，很适合野餐。这里不错，坐在这吧。亲爱的，我来晚了。I'm sorry. 果汁怎么样？喝吗？嘿，什么声音？是幻听吗？宝宝想恶作剧。谁在呢？呵呵，我来了。他们逃走了。好的吃的，真棒。将青粘土扭成虫子，添加头部。滑稽的眼睛，添加淤伤。笑容，用线包裹身体。这是艾米丽的好朋友。墓地里阴森森的。我自己一个人，根本吃不完。你哭什么？吃不下，我帮你。等我一点吧。哦，小虫子，用餐愉快。Thank you。哦，他吃光了。好吃，谢谢你。一块树皮变成了棍子，把它们摆好，加固，做床，上色，优雅的金属腿，红丝绒。这张床很旧了，但还是很完美。艾米丽生病了，去医院吧。你好，我们需要帮助。我来了。Hello。谁生病了？我知道了，躺在床上吧。让我听听。没有心跳，肺呢？有喘息声。喝药吧。哇哦，有效果了。Yay! 我好了。选择零件，给身体上色。艾米丽的肤色很特别，花骨头，太真实了。包裹纱布，用珠子摆爱心。Hey! 我的头发呢？蓝色假发不错。花环，少女艾米丽。她的房间，装饰墙壁吧。维克多，哦，维克多。艾米丽一直暗恋这个男孩。还有他的抱枕，抱一下。
真伤心。哦，我不能表白。你在做什么呢？不要伤心，去散步吧。No. 哦，看，我是维克多。真调皮，他感觉好多了。完美的尺寸，切成棺材，做侧面，切键盘，有腿了，用粘土做琴盖，装饰腿部，粉红色的钢琴，珍贵的皇家钢琴。客厅里一片寂静，艾米丽来了，她开始演奏。后都是即兴创作。我是摇滚明星。啊，我的耳朵，够了。哦，你是刚学吗？有主意了。不错的礼物。我曾经是钢琴家，但都过去了。我梦见过。他开始演奏古典乐。邻居也跟着跳舞，真好听。拿一只手臂，好像骨头，包裹纱布，选戒指，将手固定在支架上，添加土壤。维克多和艾米丽要见面了，他要结婚了。哦，我得排练一下。这里没人吗？你好，借你的手用用。不，今天我戴上戒指吧，嫁给我好吗？这是一只手，它开始移动。什么？我愿意。我的戒指。艾米丽赶紧跟上去。艾米丽长大了，给她的皮肤上色，画肋骨、腿骨和手骨，熟悉的面孔，蓝色湿发发型，纱布连衣裙，紧身胸衣，用珠子装饰上衣，戴头纱。艾米丽要当新娘啦，举行墓地婚礼，客人们在等待新娘。艾米丽到了，她不来了，她肯定不会来了，我就知道。什么？婚礼取消。你娶她吧，给你捧花。伤心的艾米丽去弹钢琴，悲伤的旋律。艾米丽，我在这，我逗你玩的。他们一起唱歌。我以为你不来了，怎么会呢？哦，新郎来了，婚礼继续。你的捧花，我宣布你们是夫妻了，接吻吧。挑一个盒子，上色，包一张纸，朴实的包装，线，用碎片做框架，锡箔头，拿粘土做身体，上色，骷髅狗带着项圈，新郎会喜欢的。艾米丽在等维克多，你又迟到了。我来了，给你的礼物。Wow, thank you. 这是什么？骨头，真奇怪。Oh, no! 好熟悉。
骨头变成了小狗，它舔着维克多，我好想你呀，艾米丽，这是最棒的礼物，我爱你。惊喜娃娃，涂白色，三个孩子，加颜色，眼睛，新的家庭成员，蕾丝布，蝴蝶结，哥特式襁褓。这对夫妇有孩子了，三个漂亮的宝宝，但带孩子非常累。喂，杰克？是的，杰克叔叔来了，孩子们在哪？今天终于能休息了。哦，好吧，坐好了。孩子们跳出来，跑下去玩。什么？去哪了？哦，在这。过来。还有你，太调皮了。他们把杰克包成了木乃伊，宝宝终于安静了。怎么回事？终于，再见了。